眼睛是人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，大中大有8%的知都是通过眼睛取的，字、看、看人物、新美景等都要用到眼睛，新美景等都要用到眼睛。眼睛能辨不同的色和亮度的光，切成神信、宋大。如果把眼睛比喻像眼角膜，就是香的，眼和眼都是宝的痣，都是香的，眼和眼都是宝的痣。在我豪知的情下，眼皮眨，在每次眨眼，就有眼在眼角膜的表面蒙上一薄薄的膜，宝，上一薄薄的膜，宝。一片紫，灰绿有奇效，家长快收藏，快收藏。中桑敷眼、眼膜、角膜、结眼膜、角膜前造部的感、角膜前造部的感。据方法，用双桑1520克洗，水煎去渣，饭后用毛巾浸液敷眼，一般每日多次，2-3天效。凭注意时的和搭配，多吃眼睛有利的富含生素、物和微量元素的食物，眼睛避免因缺乏某生素、物和微量元素影到眼睛健康，造成力下降。因缺乏某生素、物和微量元素影到眼睛健康，造成力下降。二、桑煎水洗眼睛、眼明目、眼明目。据方法，先桑洗，然后用双桑煎水，用桑水洗眼部，同具有眼明目之功效。桑有一的性，煮的不宜过久，几分十分就好了。煮的不宜过久，几分十分就好了。主治寒痹、四肢拘、伏、肌等。桑煎外，金色葡萄球菌以形容血性球菌、白喉菌和炭达菌均有的抗菌作用。大菌、寒菌、痢疾菌菌也有一定的抗菌作用，煎有端螺旋的作用，菌也有一定的抗菌作用，煎有端螺旋的作用。三、桑中熏眼睛、眼眼，消除眼部皮、除眼部皮。据方法，用桑煎煮，用桑水蒸熏眼睛。另外，可在水中加能醋液入眼部皮，有助于笑，入眼部皮有助于笑。桑在皮固酮饲养嘧啶引起的大鼠糖尿病，或上腺素、胰高血糖素、抗胰素血清引起的小鼠高血糖症均有降血糖作用。皮固酮醋葡萄糖糖原，但不改正常物的血糖水，同醋葡萄糖糖原，但不改正常物的血糖水。有人桑中所含某些氨基酸能刺激胰素的分泌，降低血糖。桑木可以用作弓，叫做桑壶，枯枝可以做钱柴，皮可以做柴灶，可以做钱柴，皮可以做柴灶。桑木可以也可以造，桑木可以用造生工具，如桑叉等的主要料，易作用可做土，料易作用可做土。木材硬，可制具、乐器、雕刻等。桑葚不但可以冲，可以酒，桑子酒可以酒，桑子酒。